有没有人牙痛的？我老师牙痛，正在痛。对，我、哦、真的好，那就做牙痛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牙痛了一个星期了，我的智齿常年痛。现在牙齿这块咬合不严，那个智齿最后那个牙床肿了，把那个牙齿盖上了，上下牙闭不严，那个右侧只要一上火，我的两侧牙齿就吃不了东西，最严重的时候半个月张不开嘴，然后这样的、哦、对，这个那你说你痛点这里在痛，对，这个骨头这块都不敢碰，我在按这个耳后的时候自己处理，这块都肿着呢，这块你这里这一块是肿的，对对对，现在都肿了，你大家能看得到，这边没有、嗯、你现在是这里痛嘛，对、哦这里，那、啊、这里是本身不痛，是你摸了碰了才痛，对，对不 对, 对？这个骨头是这种意思。对，那你那个痛是24小时吗？嗯，现在每分每秒都在痛。就是你只要是咬牙稍微就是一碰的时候，它就是疼的。平时这个牙里边也不舒服，今天好一点了，应该是3天前最重，对，吃东西，只能喝粥，吃馒头都嚼不了。是，那现在还是稍微出力，还是在痛。对。那你怎么办？那个，因为那个在我在家的时候有看老师的碟，自己也有处理。哦、然后，我没有采取热敷，但是我有喝姜汤和人参那个汤。哦。因为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，上火特别大，实在是没消下去，可能也有。你怎么知道你已经上火了？我感觉每次就是一着急了，这个牙齿就疼。好，牙齿疼是不是上火？我也不太知道。所以在大陆常常听到上火。对。所以要澄清一下，上火是不是看他的脸？也不是吧，他是说他牙疼。啊，疼着等于，我跟各位讲，那个疼也不是上火。哦、疼是一个讯号，中性的讯号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他说熬夜是上火，所以他疼，啊、哦，是吧？那熬夜是，我可以说它是一个炎，熬夜炎，然后影响体质，体质是阴，那炎影响阴，那才会产生症。我们来看生病，它会产生症状。一定有这几个途径，体质会不会直接产生症状？不会，我们的体质不管寒或热，它不会，它一定是怎样？炎一进来，有时候影响到体质，啊，体质本身会影响怎么样？筋。那进一步影响筋的时候，筋受伤超过它的临界点了，它就会进一步产生症状。它是这样来，它也有炎直接产生让筋伤的，比如说你摔倒了，直接就怎么样，伤到筋了，所以这个也有。但一般熬夜慢慢来的，这个都是怎么样，炎影响到体质，体质再影响到筋，啊，它的筋本来一定就有问题，所以这时候体质，因为熬夜之后，如果寒性体质的人，他会趋向更寒。热性体质的人，他会趋向更热，所以如果他是寒性体质，他说上火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那个火也是假火，也是骗人的火。所以如果寒性体质，他一定会怎么样？趋向更寒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时候他的就会影响，让他的筋进一步绷紧。那进一步绷紧，本来筋已经受伤了，那进一步绷紧之后，他才会产生症状。所以他是这样来。那如果今天要了解他是不是寒热体质，这个我们可以先辨一下了哈。从他的这个红红的看不出来，这个不要看，一般是从这里看。好，从这里看，如果这里看哈，我如果这样断定哈，我会第一个看他寒症。我从他的脸，我为什么？因为从他的脸，人家说哎，他很红润啊。但是我的看法是要从颧骨以上看，额头不会骗人，额头它是带黄的，黄偏寒，所以我从这里看出它的寒象。我们再来看它的舌头，啊，这个舌头是什么？润，它有湿湿的，
所以有湿湿的一定寒，所以它根本没有火，它是熬夜之后体质的寒变得更寒了，所以这时候筋进一步绷紧，所以它的筋也要温敷，它如果温敷就会更好。所以它喝什么？它上火了还喝姜汤人参呢，所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跟你讲的跟做的不一样。一般大家都是说上火了，对不对？那意思就开凉药，但是他说上火了他吃热药，啊，所以他其实他因为看我的光碟有好处，看我的光碟他知道那个虽然名称他讲上火，但是他还是照我的方吃，啊，是，对吧？是哈，啊，所以这种学生是好学生，那大陆的哈，我看很多就是会被上火蒙骗，所以特别提醒这样。因为如果有医师，比如看到脸红，就说上火了，或是怎么样，这个注意一下。好，有时候如果你平常就寒性体质，千万不能吃凉药。好，那你这个也是这样的问题，那太寒了。好，太寒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帮你做。好，这个痛吗？痛。痛，那你忍一下，这样还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十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。这个疼吗？这个不很疼。这个不很疼，这个呢？这个疼。好，这个能忍受。好。这个呢？这个比刚才的疼。好。不过都可以承受。这个最痛。这个最痛。对。好。老师，我还是要说一句，我不跟您学，我揉的不是很对。你现在我揉你，你去慢慢把那个感觉，哦，记起来，哦，你以后就大概知道揉大概用什么方法去揉。所以上来体验很重要。来。好，放松。这里痛吗？这一点可以，可以，这样呢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那我试一下。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，来，你头在里面，不是，就在里面。这个疼吗？这个疼。好。比左侧疼的多得多。哦，是啊。那这个确定就有问题了。我颈椎不好。是哦，这一点疼吗？好，这里痛吗？这地方还可以，我的脖子平时是硬的，特别响。嗯。有啊，我有听到，我确实听到了。很大的声音。他听到，我也听到，因为我的手肘听到了，啪啪啪啪。哎，是啊。你们没有听到哈？那我。对，我跟他两个听到，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好，这个点最痛。
中间，我两边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您起来看看。嗯，感恩老师，那个脖子从来没这么轻松过，但是脖子，24小时常年是硬的，因为我原来是做销售员的，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啊，这个毛病已经很多年了，是啊。特轻松，一点就是这个从肩这个位置往上，这个脖子不响了。那我问你，啊、牙齿咬吗？那种感觉？牙齿这样咬的时候，一点感觉没有，一点都不疼。啊、但是那个包还在，但是牙齿好包还在。谢谢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对啊，那个包还在啊，那个包不会立即消，但是。那个痛，一般痛，我说症状出现的，一般我们会误以为啊，那就是牙齿引起的。那在我们的原始点，一定是怎么样？他处经伤才会引起痛。好、哦，刚刚已经有那个表给大家看了。